看到自己妈妈说"妈妈，我爱你"，有时候说不出来，可是呢，会用行动来表示。高雄市长韩国瑜手上拿着12封信，母亲节帮忙电话传情，肉麻话民众平时不敢说，韩国瑜来帮忙。母亲节快乐，我是高雄市长韩国瑜，好意思跟你讲，是是是，绝对不是诈骗集团，祝福母亲节快乐。然后呢，心里面像小鹿一样乱撞，像少女心一样喷发。祝福你母亲节快乐，你好辛苦。好。接到韩国瑜传情电话，妈妈们已经开始疯狂，心里小鹿乱撞，电话都不肯挂。妈妈，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了，很开心，我终于已经慢慢独立长大了。从小单亲，你就一个人把我养大，有好吃的东西，第一个你总是想到我。啊，佩蓉妈妈，佳节快乐！佳节快乐！啊，谢谢，加油！好，谢谢啊，佩蓉妈妈。然后再选总统。热情韩粉接电话，虽然是庆祝母亲节，也不忘挺韩国瑜选总统。但上回韩国瑜父亲节call out大获好评，这回母亲节再帮忙传递亲情。我每次念这封信啊，说实在的，我是很容易入戏的人，我都感觉到哇，非常的感动，真的不容易啊，他爸爸生病了啊。韩国瑜总共拨了12通电话，其实才打第一通，他就立刻哽咽，赶紧擤擤鼻涕，打起精神。这么搞刚就是希望。你看我们这个社会真的充满了和谐跟爱。记者林正彦、王书宏，高雄的。